啊，咱看看这撇，兄弟们啊，这边上啊，爷爷别给我撞了，你别给我撞了啊！这边兄弟，咱有没有车叉了？修的是底杠，这个位置现在是咋回事呢？这个位置是给抛光了，这个位置现在给抛光了，这个位置完了，整体老铁，这个位置是重新喷的漆，这个位置完了看不出来是吗？那还行，兄弟们，整体底下，整体老铁底下那啥的，整体底下是重新喷的那啥，喷的漆，看不出来吧？没有色差，第一回有色差，这回没有了，完事儿了，然后应该是没啥问题了啊。你老踹他干啥呀？你是有病？啊，但不都哔哔哔了，不得一捏子，也那么 stay 的，看不出来，我弄原本原漆，怕雷了，兄弟们，那就行了，走吧，咱出发啊。咱出发，咱把那个混合糖，兄弟们啊，39.8的，咱们拍一放两斤，咱自己家大哥大姐们来。今天车老铁还是有股味儿啊，修完了。这种车老铁们缺的就是鱼漂太普通了啊，修车不能花10000多，没有花，没有那什么，没花太多钱，都是那个啥。好哥哥家老铁们修车厂啊，好哥哥家修车厂啊，来自己家粉丝啊，咱们在这时间之内没上刺刀的老铁，咱就上过刺刀，哪里吧？39.8，拍一发2斤，俄罗斯好吃的高端的糖果，2斤装的啊。你开这车都让着你，你必须得有的。有的要杀。有的要谋杀丈夫，车子跟房子现金都是他的了啊，现金我这头手里头能有个100多万的那什么人民币的卢布啊，因为我这面买完房子就当时换了将近300万，离达克西远点的，达克西去的，离过呀这种车我能在国内太普通了，我的车比你的车好多得多。好嘞，没问题，咱这车国内也就是出租车级别的，咱现在上市里，兄弟们，咱上市里了啊。完了，我问一下哥，干将甜不甜？那玩意儿都是多少沾点小咸口啊。有的手机已经绑定你，对他绑了，兄弟们，他绑了。这是什么逼玩意儿？阿尔法呀，不能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么贼呢？瞅的啊！完了，修过还值钱吗？理论来说。不懂特别多的话，老铁应该没问题啊，应该没问题啊。他因为他也是喷过漆了，不是原版原漆，所以说数值肯定是高了啊。来吧，兄弟们啊，混合糖自己家大哥大姐们来，没拍的咱就拍一单，天花板级别的。39.8两斤的啊，这个糖老铁非常好吃。然后咱4000来人直播间，我正给你们干波小福利啊。干部小福利，你们准备好小手术，这小糖果老铁们也算是文龙今天给你们准备的小福利了，10.8块钱，拍一发两包，俄罗斯是150卢布一包，够10多块钱一包，今天直接两包啊，兄弟们，里面一包里面大概16块，外表是巧克力，里面是扁桃仁杏仁，跟紫皮糖差不多口感啊，小红皮糖，过年了，红红火火来啊，这个咱每天的话千门百单，文龙库里南的话，兄弟们要不现实，咱说历史，真的。库里南这车以后咱直播间粉丝，我想问一下咱家所有老铁们，感觉龙说的对话咱打的对，你买这车说句不好的话铁子们，以后你搁俄罗斯卖的话都他妈得寻思谁能买得起，我说对不，兄弟们，你买那车的人，兄弟们说句不好的话，选择率太多了，
我买轿子，买奔驰，买这买那，我干啥非买你个二手劳斯莱斯？所以说这库里570这种车呢，你是二手车贩子也认，你是个人也认。所以说开起来吧挺低调，还搁俄罗斯，哎，但是你说跟这普通车一比吧，还挺高挺大，还真挺好。所以说开个这玩意儿搁俄罗斯，兄弟，我个人认为就可以了啊。以我的性格，前两天老铁，我咱家粉丝我不知道知不知道，我能干他妈兰博基尼。我前两天老铁，我过几天为啥上莫斯科？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，我看车去了啊。房买完以后，老铁干个兰博基尼完事儿了。后来老铁我家里打电话，干啥呀？疯了，这车咋的呀？啊，这车咋不够你开了？我说我干一个那个咋的？你干那个这个咋的呀？啊，是不是小孩崽子咱讲话了？这家给你狂的。啊，我说那拉倒了，兄弟，听家里话了。啊，在俄罗斯问了有没有便宜点房租？没有，你除非老铁穷人区吧，你跟市里这边老铁远远的，那边便宜，那边两三千块钱老铁你能租到。这里面市里老铁就起脚就五六千、六七千、七八千、一万多，就这个价啊，六七八九一万。啊，对，我能家里说没毛病。这车咱讲话，家里也打电话咋的了？啊，我说你的直播有一种回味，谢谢啊！我这直播有的粉丝还说呢，没啥意思呢。咱现在打卡那家是日本料理，看那姑娘还在不在了啊？啊，我一定还要坐到那个位置啊！我俄罗斯这么有钱吗？租房这么贵？那没招，兄弟们，他跟他有钱没钱没关系，是因为卢布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，是因为以前人卢布值钱，现在卢布跌了，这个价着铁跌不下来啊。你这车停的有点瑕疵了。这车问路左边，那啥问路真诚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咱们拐弯老铁们就一卡金城堡最大的商场了啊！这要是文龙搁这住的话，老铁我自己走下来，我热车功夫老铁我就到了，真的。我热车功夫我就到了。我这他妈要搁这住，完了武器修好了，兄弟们修好了啊！你这边上车停的，稍往边蹭蹭啊。交通文龙有点乱呢，他不是市中心老铁，他缺车位，他俄罗斯地下车位好啊，不是车位少啊，所以说他缺车位。你像这车兄弟们，他都没有地方停，只能停这道边了。你是等人的，是等车位的，都得搁这等着了啊。就是昨天晚上没真去抓色狼，就昨晚没抓色狼。文龙这个小唐，咱自己家粉丝老铁，这个唐还不得拍他一百单呢？咱说意思啊，可嘎嘎好吃的。那10块钱老铁拍两包，你买个阿尔卑斯糖还得说10块8块的呢。老弟，这叫俄罗斯进口的糖果，来家人们，没拍拍一单，咱直播间都老爷们儿，看热闹成多了，一点都不消费呀，那家伙，啊 ，ROS 兄弟们，俄罗斯啊，这是巴萨的大商场，这条街呢也叫列宁大街，兄弟们，也是俄罗斯的主街啊，叫列宁大街啊。新房的文龙没有车库吧？得有车位，我打算再买个车位就完事儿了。啊，车位再买个车位就完事儿啊。这条街老铁就列宁大街了，冰雕这两天要拆了，你看里面都封上了，看着吗？啊，又开拆了，看吧，完事儿了，今年过年就完事儿了啊。哎，接着换你一个来。列宁大街宽不宽，兄弟们？这条大街其实挺宽的啊。这条大街其实挺宽的啊，能有个3车道到4车道吧啊。这面老你们也是学校，有的这是学校吧啊，直接是都有的。我直接洗。乌鲁夫。过来去。这是列宁大街，对。这是俄罗斯的列宁大街啊。10.08元，还有最后18单，来家人们，没上四刀的必须拍一单，来拍一发奖金。
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这就是学校，兄弟们，这学校盖他妈市里来了，这不能挪走吗？没事那是别人，你那是这些没事。兄弟，我是没事。干嘛没事？呀呀，那是这些日白一盒的，你头里给白一盒的我这。Ты с кем там как сейчас? Ни с кем я музыку не играю. Здесь俄罗斯的大姐了，混合糖。我那这车在外面，左边开吗？右边正常驾驶啊。市中心地段盖学校浪费了，那可不嘛，白瞎了。限速不能40吗？没有限速，没有，干就完了。这条道没有限速，想开多快开多快啊！这条道算是俄罗斯当中没有一条限速的，人要低调啊，不管你有钱没钱啊。我能这个糖干到100单就行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糖咱干到100单。感谢感谢各位啊！红有没有红绿灯？有红绿灯得有啊。那求国家老铁，他再穷他也得有个红绿灯啊！你没有老铁藏啥了？咱说意思对不对啊？拍完了，兄弟们，10.08啊！小混合那小糖果特别好吃啊！我得需要德罗克，知道吗？我那路虎加长贵不贵？俄罗斯路虎加长，老铁们还是挺贵的啊，还是挺贵的。来，兄弟们啊，混合糖最后45单，俜罗斯天花板级别的39.8，拍一发两机啊！你看这个屋里面就卖糖果的，这个屋里头看，你看俜罗斯兄弟们，这个屋就卖糖果的哈，这个屋里面就卖糖果的，所以说俜罗斯人他最喜欢就是吃糖果之类的。咱把这混合糖里面100多款的糖果啊，都是天花板级别的，咱能拍一人干他一单。非常好吃啊！你看这俄罗斯人老铁瞎变道，你说你他妈从那条道，你上这条还是左拐，你们不有病吗？咱说的意思，兄弟们，你从那条道你过来，你还是就是他妈没有探头，兄弟们给他们惯的啊，瞎乱变，我他妈那天就是吃这亏了。一下子没人，什么不是练的。没有位置啊，刚才那个咱到了啊，咱拐弯就到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子，宝马 M6，我得上去教训他一下子啊！跳出去了，没有位置吗？我操，没有位置，白挑过来了。我说你这个城市是第几大城市？俄罗斯第3大城市。叶卡捷琳堡，俄罗斯第3大城市啊！我说你这个，我说你这两个号值1000万，能吗，兄弟们？我这两号能值1000万吗？啊！你要那么说的话，我跟优劣说一声，优劣老铁更不带跑的了。啊 ，M6 国内200来万，这一天不吃饭就吃你家糖了，感谢感谢哥，你得注意点，吃2块得了，哥，意思意思就行啊。39.8，拍一发两斤的啊，混合糖非常好吃啊。咱帮老弟老铁，咱干到700单，马上咱们中国快过年了，谁家都得吃个糖果啊！把这糖老铁们100多款的糖挑选出这20款来啊！过了巷啊，这边儿你看兄弟们都没有车位，看什么？走啊！